果然高手策略是不一样，每个巨的超技能行道破法。右传吸口尾流，来来来，这一波交给蜡笔小新 carry 了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春春。那今天要来跑的是我们的是 CP 赛车队的 CP 赛，是我们梦车队。那目前梦车队是在我们的排行榜在前五名，所以其实对手都是非常非常的厉害。那对我来说算是越级打对手了。好，第一场是遇到的是随机，哎呦，这个战队好像也是蛮，这是前几年很常遇到的车队。那可以看得出来，现在大家已经开始都换上新车了，魔光越来越少了。目前好像只有一台魔光吧，这一场。那就是通常就是跟那个我的队友跑，就是抱大腿，因为鲁夫跟桂冠现在真的超厉害。我们只要乌龙在后面等吃后追，我们跑就好了。哟，那个人物好酷哦！其实像我们这个车队赛啊，很常会遇到那种就是非常厉害的高手。一些像那个 RT 啊，或者像 BD 啊，都是很常遇到。可能是因为啊靠呗，可能是因为鲁夫的段位太高了，他们现在都太强了，所以对手都特别厉害。这个，然后目前这场占据中间名次。我们打中这次团体赛才可以感受到就是卡丁车团队的乐趣。之前计时跑太多了。已经忘了对抗的感觉了，虽然计时很重要，不过其实偶尔还是要跑来实战啊，练一下对抗的感觉。吸个尾流，哦，前面120炸开了，然后找机会超车吧，前面一打四哎，叶问哦，还是李小龙，他队友都不见了，追一个，好，接下来就是队友之间的对决了。我流西坡过小智，桂冠我来了，桂冠阿贵，哦，最后这个右弯西口尾流，哈，踩草皮了，爽，捡到一波第一，哦，我 CB 赛跑第一大概是十几场或二十场才出现一次吧，他的队友全部断线哎，他放那个追一个人跑，真可怜。通常这种不是应该都是四排吗？还是直接放弃治疗？未完成。好，我们要继续连胜下去。哎呦，哎呀，阿姨，这个战斗也蛮厉害的，都是高手。矿山呢、欸？这一张我不会跑，只好用我的端游过法了。矿山其实从端游到手都是一张非常难的地图，而且容易在一开始就撞在一起了。别急，先卡位。不，中间名次位置，这第八。有，前面他们倒两个。哦，好、哦、靠，哪一道小字？对不起，没事，1458，还行。轮胎掉下去了，哦，没事，二三四，占据中间名次。来，我现在要教大家一个我自己的跑法，我自己研究的安全过法，哎，这样不慢哦，这个跑法很强哦，实在很强，你看，我还第三名，哦，个穿墙，这个不是我的跑法，这是刚好我闯，刚好穿过柱子。然后第二名的，第一应该没救。我们现在保二三四，保二三四。可是那个路易上来了，2357，未输，怎么办？要卡吗？还是有点犹豫了。2457，啊，算了，我们相信队友走外侧。啊、好慢哦！我、哦、天哪，不要、啊、输了，直线，尾流怎么样？他撞了，2357，哈哈，赢了，运气。呵呵我还是跑我们的 CB 赛比较刺激啊，各种差一点点。哦，还好，最后那个他直接撞到山很大。
连胜，连胜，连胜，连胜。哦 ，RT 遇到高手了。通常这种遇到那种超强的对手，一句话交给鲁夫了，交给鲁蛋了，跟阿贵，因为我跑不赢他们。不过层高应该大家都会很近啊。然后那个梦车队 VS RT 车队，哎、欸，那个名有好，好几个都是那种很常见的高手。哦，果然高手车队是不一样，每个距离都超近，人行道过法。又甩吸一口尾流，来来来，这一波交给蜡笔小新 carry 啊。哦，推一波，推一波，再卡一波。顶一个，顶一个，有有吸口尾流，哦，我这个段位不要这么歪嘛！小宝贝吸口尾流 S 弯道，我们要第一名的位置，左弯，哇、哦，好挤 ！Oh my god！ 新兵赛怎么这么好玩？我、哦、靠，怎么都红色的、啊，都太近了啦！内切内，卡一波。哎呦，现在卤蛋第一名了，啊、靠呗！哇、哦，层高果然不能失误，直接掉到第七哦，还没到第八。哎呦，我的大腿鲁夫跟桂冠现在拿到第二名了。哦，在后面负责打酱油就好了。哦呦呦呦，前面名次位置保住就好了，我不要让后面吸尾流，我们尽量躲后面的尾流。被 S 弯刀应该被吸破尾流啊，卡兰。哎、欸，他失误了，看变奶、欸，不行，我保至少保第七，一三五七会赢会赢会赢，哦哦哦，放速，我想要做七八哎、欸，哦，还好还好，哇、哦，他们真的蛮厉害的，这种到最后一刻他们还想要做七八名的名次，还好我有看到 ，yes 又连胜了，继续连胜五连胜。秘宝，海盗的秘宝，哇！这一张要看鲁夫，要看鲁蛋表演了。我把鲁蛋顶出去就赢一半了。我暂时领跑，我们这边要走一个外侧，让鲁蛋过去。这一关我也不太会跑，没练。哦，卡一个，卡一个。哦、好挤哦 ！CP 赛这么大都会跑、欸，哎，真的不开玩笑了。啊，我也练了一个月了，一个多月了，是该跟上大家的脚步了。是说那种前五大车队真的是，至少都遇到会前十大车队啦，因为木林现在分数蛮高的，所以对手都蛮厉害的。你看，我现在我们这一场还不见得会赢。密宝区，这场不太妙哎、欸，要走左延伸了吗？没关系，我们两个大腿，桂冠跟卤蛋。密宝，哎、欸，有个掉下去了。点狱长吗？哎呀，这个名次不错哦！火腿猪安安，哎呀，两个蜡笔小新，这个撞来撞去，后半段真的很难跑，我到现在还是抓不太准。一三五，一三五会赢，会赢。右甩接左甩，可以。哦，看起来前面是蛮稳的，桂冠跟卤蛋要连线了。哦，刚才甩过头，我压一个双甩之后直接甩到另一边去，不知道人还以为我要走回头路哎。哦，后面也太远了吧，七八已经不见了，第一名也不见了。因为卤蛋一开始没有在第一耶，这场感觉他好像跑蛮快的。又来到了我最不会跑的密宝区了，哎、欸，前面都掉了，我操！我也放弃治疗了。哦，卤蛋是跑零三零四啊，哦，实战随便都已经比我计时还快个好几秒，好、哦、还好我进终点了，大哥，一个抱拳的姿势，抱拳，我订阅哦。讲谁？讲我吗？
卤蛋零四零四，哇，这一场又遇到的是也是前几名的战队，这一关是四城狂飙新加坡服装赛道。哦，东哥的 GG 了，三种鬼流图啊！一开始落后的话就很难，才刚最后讲的时候就不好追了，因为前面会我喝酒醉啊！好了，我们再换补气啦，我还有补气的功能，我还有补气的功能。当你的队友是卤蛋的时候，你再到后面付个补气就好了。至少追一个吧，前面的追鬼五 ，Hello， 我来喽！天哪、啊，完全没有尾流哎、欸，已经跟前面分成两个集团了，他们在玩他们的，我们两个在玩，我们两个在后面打酱油。哎、欸，不要那么甩啦，我怎么吸尾流 ？Hello， 哦，好快啊！手游的尾流真的是爆干快。来，我们争七八，哎、欸。前面有前面的对决，我们七八有七八的对决。哦，吸到尾流了，好快啊！吸一波，吸一波，吸一波。哎呦，我们七八很竞争哦，我们七八比一二好看哦。我们七八名的竞争才是真的一二之战吧？你看，互相交换名次，互相吸尾流。究竟谁会胜出？我要输了，来了一波。哎呦，看到前面是队友小智。哎、欸，卤蛋这一场是要跑多少啊？要跑0102的吗？我拖票，拖起来，不行，我要守住我的第七名。就算队友已经512了，我还是要守住我的第七。又摔啊，有点慢，路线飘了。最后有没有尾流？有没有尾流？吸不到。左甩脱飘过过过，啊！吸下尾流输，哇输！我觉得难过。哇，卤蛋这个刚刚是跑02啊，好快哦！天哪、啊，爱蠢蠢偶像，我跑第八哎、欸。结果跑第八的时候，他遇到粉丝，新手上的球官啊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那欢迎帮我订阅加按赞哦。我是蠢蠢，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